只需不知不觉两年就能变成纸片人，跳下去确保生还。恭喜开启隐藏正确选项黄金三角区，请选择头顶保护物 A 小美办公桌上的书 B 小强办公桌上的头盔。说人体重也不能全方位包裹，不能排除法头盔。温馨提示重新原则，看我就来说启动二方拆家大法。恭喜你开启隐藏正确选项原地保护姿势。第二波余震还有30秒到达现场，逃生通道已开启 A 电梯 B 楼梯。根据过去的经验，没有隐藏选项，这是错一样，我选 C。 你是两把直接暴力的一样，我的神奇万宝贝前进逃吧。幼儿园小朋友都知道逃生只走楼梯撤离，楼层即将倒塌。是有这里，我们下节课再见。哎，我有生气，地震台是真的很稳的吗？没有的话。